带大家来看到南投高速公路的单元，来了解到是结果。南投县的是结果主要的产地，伫咧玻璃顶甲溪底乡，在栽培面积大约600多公顷，一年的产量大约23000吨，拢是全台第一。其中，佫以玻璃顶的大白顶上界济。因为农民栽培管理技术非常的高，加上近年来开始发展到科技农业，南投县生产的是结果品质会当讲是非常优质，也为南投县的产业带来很好的收益。百香果比较适合的地区就是沙子的土质。啊，我们大坪顶那边就是属于红土的那个品质，当然流水性比较高，还有坡度，比较适合百香果。因为它如果含水量太高的话，它的那个根部会造成它的腐烂。大概我们的面积有500多公顷，啊，每公顷的产量大概有45公吨左右，产量约全台占80%以上。南投县是结果栽培生产，无论面积也是产量，拢是全台第一。主要集中伫玻璃顶，又搁以大坪顶地区占大多数，品种以台农一号为主。大埔里地区百香果的品种是台农一号，它的气味很芬芳，又很浓郁，它果酸度比较高。那它这个品种的特性就是它会酸，但是它如果你管理得当的话，其实它可以很香，然后也可以很甜，然后味道是目前。我觉得在台湾的市场上是味道最浓郁、最强烈的一个品种。进入采收期的时结果，有一个特别的景象，果园中看会到挂上了吊网，接落落来的时结果，嘛因此有困吊网的时结果称呼。这个台农以后，伊吃的是一概啦，瓜熟蒂落，它才会好吃。哦，啊，开始会好，大概好开心，它会撞击，撞击了伊就是果肉分离，对，较生，所以用就是要用这个网来加。那个做防护的用哈，让它掉到网子上面有冲击，就没有冲击力啊，让它修改也品质也较好。啊，满天星跟黄金的，伊就不敢看，然后伊就只用慢的，因为伊啊跟瓜熟蒂落时哦，迄种时会当较涩较无啊好食，所以讲伊伫八分熟的时就要用人工去慢。南投县生产的是结果，除了面积产量全台第一。品质嘛是全省上好，嘛因为要确保品质，是结果一年只有一收。每年都会需要翻耕清园这样子，所以是一年你可以讲说一年一收啦。但是其实它一年又可以分为两期的花，然后就等于是会有两期的果这样子。以咱全省来讲，咱只品质上好上好。啊，咱为了要让伊品质较好，咱就每一年要更新，就是要抽掉，啊，搁抽掉园啊，拢啊整理过，搁搁种新的。哦，爱品质较好，啊，果粒吼，咱果粒较大粒，较会水，啊，无你啊第二年吼，伊会足够着病，啊，伊迄品质足够歹歹，只好去做加工。是结果生产过程，授粉是上重要的一部分，主要靠的是蜜蜂。部分采用网式栽培，农民更加需要伫高空中放蜂箱。蜜蜂没有这么旺盛的时候，必须进行人工授粉。那个时候大约是会在3-4月的时候进行人工授粉。那如果是自然蜜蜂的话，通常会在5月，就是6月之后开始进行用天然的蜜蜂去授粉。做有机就是一定要做防护，所以我们现在用大网式，不然够开会的一定是要用，一定要有授粉啦，没有时间去这授粉，所以讲咱就要靠棚啊，这就是咱做这网式啊，这一定要放棚来授粉的主要原因。近年来，农民伫农政单位辅导下，开始引进科技农业栽培管理，架设网式嘛方便科技设备的架设使用，就算是传统产品栽培管理，嘛会当用科技设备，大家提升栽培管理技术甲效率的目标。科技农业的部分就是讲，侦测那个温度，土壤的 EC 值、酸碱值，也会当。收集足够有数据，以后让做咱栽培管理吼，诶，一个改进，自动喷雾，一键移下去，伊就会让咱喷药喷喷喷。即使没有这样子的设施，其实我还是能种出很不错的品质。不过是不管是外观啊、病虫害、肥培，那我用了一些可能比较特殊的管理方式啊，那可能有点做到类科技农业。那我用了温室的一些相关的设施，在做露天田的栽培。主要讲咱台湾即卖吼，人力太过
缺乏，啊，就是讲啊，咱就只爱尽量想讲看有机械还是自动化的部分，借助科技的部分来实现。已经有少数农民投入有机栽培管理经营，为着防止病虫害发生，嘛，让农民爱投入更加侪心力、时间甲成本，目的就是要生产更加安全、品质更加好的水果。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做田间的虫害的监测跟病害的监测，那就是可以就是明确看到是什么样的虫、什么样的病害，那它的最佳的防治时间会在什么时候，然后再去做所谓的精准用药这样。有机就是袂当用农药，哦，袂当用化学的物件，拢袂当用啊。所以讲吼，农业试验所因拢有提供肉桂油，啊，佮一挂植物油，关了佮有其他，譬如讲啊，颇多的用是石灰硫磺这类物件，吼，来做防治，不用有其他化学农药。在做，因为做有机的就是袂当用化学的物件，减少农药的使用，然后但是也不能影响我们对于栽培管理上有其他的影响，所以目前的话，我们是使用一些友善资材去降低农药的使用。农政单位除了辅导协助有检，确保水果果使用安全，透过每年举办水果果品鉴，不断提升栽培管理技术甲品质，嘛达到行销推广的目的。透过这样子的评鉴，那让农友知道说，我们种植百香果，它需要注重的哪几个？面向，比如说像我们说的果实外观、果粒饱满度，还有那个果汁率等等。我们百香果评鉴就是分为四个部分，就是外观，还有甜度，还有它的风味，还有它的果实的含量，农友会有良性的竞争啦。啊，所以说这样会使农民的增加他们的收入，也会增加他们互相交流，所以使百香果的品质会越来越好。南投县生产水果，除了果粒直接破开吃以外，要水果果汁、水果果果冻、果醋等丰富多元的附加产品，提供给消费者选买。我们埔里的百香果盛产期是七月到九月，这个时期来吃百香果是最好吃。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到我们埔里游玩的时候，别忘记了来品尝我们埔里的又大又香又圆的百香果。记者吴嘉诚采访报道。